a favourite to win the tournament. Undefeated in their group, having taken down PSG, Hanwha, Like, and Fnatic. RNG가 제 생각엔 CJ에서 제일 강하다고 생각되는 팀인데. A team that could possibly 6-0. 我们可以赢你们第一次，就可以赢你们第二次。我觉得就是我们组就是都挺激烈的吧，因为我们打的都挺有来有回的。They pull Humble Life apart. They give them a Baron and then take their Nexus. 꼭이겨서저희가어느정도인지볼수있을것같습니다就是下一次再遇见弗兰尼的话，我们还是有很大的信心能拿下他们。They really have to stabilize if they want to have a shot at all. To be honest, I'm pretty sure that we could actually beat every single team in our group at our top condition. Group stages can be quite the torrent of emotions. Sorry to all fans if we're actually disappointing you, but we have a lot of chances against everyone, and we're actually doing our best. And tomorrow's just another day. PSG will go up to 2-1 in the group.저번에하나생명을상대했을때정말잘하는팀이라고느꼈고전라인이좀체급이강하다는걸느껴서연습잘해가면은승률이많이높게나올것으로생각하고있어요 An incredible performance for Okanabe 我觉得现在对抗西组的三支队伍的话其实我们都挺有自信的 PSG themselves make it very clear We are here to stay 因为我个人的目标是希望小组第一出线吧所以在星期天再次交手的话我们也会再进一下你们Time to pick it up where they left off. The MSI semifinals. RNG, MSI 대 복수를 하겠습니다 PSG도 RNG를 잡기 전에 고쳐가는 단계라고 생각하겠습니다 我们已经在冰岛赢过一次了，我们会再赢一次。可以，这种是的，还是蛮好的。超威跟 Maple 今天的。峡谷新店对决，哎，那这边也是感谢梅赛德斯奔驰带来的峡谷新店对决环节。那两边的中单，哎 ，Maple 真的是不得不说，还是真可以。在就是怎么说，在 LPL 打的那段时间，其实打的没有特别出彩，但是每次到世界赛，那个大蛮王，而且他这个有个他这个选手有个特点啊，对阵韩国中单是重拳出击，是，这真的不得不说，这抗韩这一块，之前的电狼，包括现在的这个 Maple 有一手的。而且在数据上面其实也是还不错没有觉得落后在哪里对吧就两个中单选手都还不错哎，各有优劣吧对今天第一场我觉得是出现关键战啊嗯，这场比赛如果韩华输掉的话他的出线我觉得就是难了太难了对他输掉以后一杠三就必须得全赢必须得战胜 RNG 嗯，因为 RNG 现在已经是三杠零了嘛对吧哎，不对他战胜 RNG 如果说他和韩华同分的话啊，不他和那个这个 PSD 同分的话他还要他是零杠二他也是要输的他还是要指望PSG 会输给 RNG 以及 Fnatic 对那其实现在卡牌还是得卡牌因为现在勒弗兰没了还没破用什么吧嗯就我们刚才塞拉斯了呀塞拉斯然后瑞斯对吧对其实都可以但前面两手可以先给其他位置选或者直接拿名牌打这左边都名牌打的呀而且现在面对卡牌还是要考虑就是如何防他前两个大招、女枪现在在卢锡安被办之后直接选择女枪哎呦摸干的鳄鱼这个就配合这个版本的鳄鱼对这个就配合中野的、我说了吧你就得预选这就是就看人班选的呀不能看版本呀确实这鳄鱼应该是摩根最自信的英雄 对他这种局里面还是要信赖一下自己自信的英雄找线找线没问题那枪过去枪这边我更喜欢 PSG 的阵容我觉得 PSG 阵容选得很好就是初期防住卡牌两波而且这个阵容还有一点好在哪呢就是哪怕你初期比如说被卡牌的阵容稍微带了点节奏的优势但右边的阵容是有开团的他是能把中期能有抓机会能力的是就不是说之前我们看到的几局比赛里面你初期被卡牌抓了节奏以后你整个的阵容太被动了你就没有办法把局势打回来因为他下面的眼眉是看到了回合的对吧然后他又插了一个河道很深的眼待会儿帮先帮打野看一下动向现在回合哥的位置大概也清楚对因为你知道回合哥是从上往下刷的嘛拉过去再打一套反身没打个黄牌哎哎都没知道空了一个还可以但铁四边的话是875直接加这个合成费就直接可以取出来了两边的中两边的这个野辅都在过来勾但是没想到勾到的是两个人大家自己在往过赶关键是后面女枪也在两边 AD 都来了闪现流打掉的拿到一血了哇漂亮这还是卡牌的大招往后面飞追一下鱼坛倒了哇这一波真的是不知道谁在埋伏谁啊两边的 AD 都是及时的赶到了战场
而且这死的时候辅助的闪现也没交出来。然后现在中野看一下上啊，这是给这一波，是这波野辅裂开了，主要是视野吃亏了呀。你女坦白这个位置是被看到的，就看得清清楚楚，这三颗针眼的视野布置让 PSG 在这里吃的大亏。这两勾还是挺，而且这一勾其实要勾到泥潭也没事，他好像勾到的是赵信、对，赵信一上来的时候直接被勾到了。是，赵信这一波是没干什么，而且还在追，还不知道后面有多少人。可 Zap 的好果断，这个。又是一张黄牌，这波确实泥潭也没空间交闪。下路包过来，来有灯笼，拉走的好稳。后来大招只能弄下。对，就 Vita 直接是往后站，回来了，回线了，回来了。中路才是你的家，但下路也是掩护拿了两层渡层嘛，稍微的补点经济。现在各方面来看 PSG 都是处于绝对的劣势，主要这把对线期 PSG 也没打过啊，三条线的补刀都被压了，对，对线都被压了一点，而且第一条小龙第一个先锋所有的地图资源全部被韩华拿下来。就卡牌这个英雄可以让他们的 B 站啊做的是滴水不漏。是的，这一波石头人刷的自己这边玩的自己出问题了、对啊，感觉确实南昌不是特别熟练，对，确实不是特别熟练。又被一段 E 上来打出来，鳄鱼没有二段 E 啊、他一段 E 过来是没有打到人的，所以没有二段 E， 直接撞一头。上路已经开始越塔跟兵线玩了，哎，还勾到一个女坦可以消耗一点啊，勾到一个 River， 但这门勾到也没什么必要上，逼了一个赵信大招，是应该是 River 自己想找找机会吧。River 这里没有大了这条小龙，感觉韩华又可以轻松拿下了。时间真的差的不多，一段 E 过去 ，W 红怒的 A， 哎呦，好细啊！伤害打满了，他的一个红怒 W， 红怒 Q 扎在几、加上几个普攻，一个铁丝边，这波伤害直接打满。这个确实从英雄熟练，卡达比又开始回去打石头人了。这个英雄熟练度来说，卡达比这个男枪差 Morgan 的鳄鱼差的蛮多的。没破，想往上路靠一靠，这某人太嚣张了，应该是知道在里面的吧。但是你这过来没用啊，超北又大的，这波能不能撑到超北过来？一直没拉到，那没了。这波打起来的话，鳄鱼有踢，看韩华这波要怎么选择？硬打了，硬打了。这波后来的大招，先开了，看一下视野，要开了，没拉到，想空中把威勒给拽下来，但这波的话，先锋已经只有五千血了。韩华这边可以让鳄鱼踢啊，这个眼，鳄鱼踢了，踢到这个位置。时间会不会有点晚呢？先把损下来，被抢了，哎呦，这绝望！哎，这中塔没了呀，下塔也被带掉了。哎呀，这波卡牌有两件套的，这波火炮是可以说是很强势的一波，而且卡牌挡掉的这一波，卡牌直接开大。上路男枪要不要交踢？还是想过来尝试的抢一波 ？River 已经被打残，快看到飞后面了。哦，拉扯了，拉扯了，黄牌加永霜，男枪交踢，交踢了，跟龙背，先秒一个，先秒鳄鱼，但这边的伤害够不够？差一点，太肉了。男枪下来继续追击吗？逼出一个闪现，继续的拉扯，又是一张黄牌，只要等待无数张的黄牌，韩华这边还得去闪现过来打他，但自己被秒了，问题不大，一换一，换掉了 River， 麦克这边开启一个秒表，喊 Nabi 还在，而且给 Willer捡起来了，不过他大招第二段还没收了，喊 Nabi 有点落单，闪现平 A 罪名留住，黄牌这样的欢迎。男枪也走不掉了，准攻触发也没用啊，后续白闪追好像，对他们只要等待卡牌一张又一张的牌就可以了。卡牌 TP 了，这边不想你走，过来想硬换 AD， 这是有盾攻，被勾掉了，盾攻罪名拉住两个，这波换也换不掉了，打了一波几乎完美的团战吧，只死了 Morgan 一个，顶级拉扯呀，顶级拉扯，就随着一张一张的牌，你这边明显感到 PSG 就把这个团战开不起来，就一直在被。逐个被击破，而且这一波风龙的圈其实还给到卡牌很多的操作空间，但他一直在风龙这里走来走去，对，有一次的卡牌很可怕，而且这一波 Willer 也很稳啊，几乎满血是先交闪现拉开距离，等着回来再捡，他还打了五六张黄牌吧，就这一波就一直在抽牌，这波 Willer 好稳啊，他的半血大招往回大的，是他看到 Morgan 被秒之后稍微有点慌，换不赢，对，换不过了，现在上一波该换的，但他们上一波选择打团了，对，直接想捅，哎，都留，锤石有机会秒掉，但秒一个锤石够吗？戴普特在旁边，这波还要不要继续打？我想留，有诺卡牌直接落地，哇，这样的话正面是完全打不过了，瑞瑞已经被秒，开始捡起赵信的尸体捅了上去，
现在南昌反而是选择换经济去了，嗯，但正面队友已经是死了两位，这么没 TP， 那这大龙应该要有了，应该要有了，现在没有打野就没了，输不了，前面有一点优势就根本输不了，这波锤子死了也没办法，当然是过来做视野，没想到直接被开了，那你所有的大招技能都交给一个锤石，那之后的团战随着卡牌真正的卡牌大招落地，你是没有办法跟昙花这个阵容抗衡的。这个位置你看，就是由于女枪也没大了，所以昙花可以肆无忌惮在这个口，昙花现在应该也是不慌的，这条大龙 buff 就是把把你的二塔，这波应该要开了，这波不开是没有机会的，那谁来，因为这个塔一掉走进上去上了，不说有灯笼，大招回头一给直接秒哈达比，能跑吗？跑不掉了，后排装往进斩了一下再捡魂，黄牌再次的定刀，赵信的话还好有塔包括一个烟雾弹拉扯一下，这一波就没，哎，这个摩根，不过现在摩根也不怕，十五级大鳄鱼，占的优势。那把确实超背的节奏也很好，闪现开，再加定，但是有净化加灯笼，哇，这一波真的是没办法。这是一个没有闪现的厄斐琉斯啊，这样开都没有死，那就真的没机会了。出来的一个变成魂的一个烟雾弹，感觉啊，果然又开大了呀。这波可以包夹的，三个的还能弹一下够拿，杀辅助应该是我觉得可以直接飞脸上，这波飞了，直接飞了，飞脸上有新生的，留一个辅助，杀辅助，鱼坛被留下之后，鱼坛是必死了，没有闪现的，把那边烟雾弹封一下脸，哎，但这波的话，鱼坛居然活了下来。这一波其实正面感觉韩华没有下杀心，他还是保证阵容的完整度。华北还挺稳的，因为他这波我看来还是有金身的，对他没有选择硬追，对他并没有飞到一个很危险的位置，硬了一下后面再给个 Q， River 现在血量比较低了，因为赵信已经没有了大招，这波还好冰没了，要不然可能随着塔的告破要开始团的滑着走，要不然就直接被折磨致死。这波要不要出来短痛一下， Maple 有 TP 的，怎么短痛嘛，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来拼一波呀，但赵信没有回家，现在只有半血，只能拼一波了，超背走位很好，移速很快，怎么说有机会的，交了个 GP，这一波好像求稳想出来打，但是 River 已经没血了， River 没血了，说把扫了一下，那这个大龙的话没人抢了，先处理鳄鱼，但鳄鱼有灯笼好肉啊，他说实话 Morgan 这一波也是放了赵信一马呀，他没有选择往前硬拼，反而是只为了掩护队友拿下大龙，繁华选择了最稳的打法，对 Maple 这一波 TP 过来在旁边隔岸观火，你看 DNA 动了，哎，这一波 Morgan看到一个人，但摩根还是蛮弱的。哎呀，这位知道，我的有说也没听到，大招是给到了，哎，那能秒掉吗？我觉得有个秒表，这波队友都能来支援。大招还没开呢，大招开起来，有危险！我的天哪，零换五了呀，摩根能死吗？摩根都没死，死不了。零换五，那就不用能圆骷髅了。这边 MF 拿到一个 triple kill， 是破败之王，是破败之王拿到一个 triple kill。哇，这把真的被运营致死。就全场只拿两个头，哇！这场感觉打 NPSG 的心态很不好，这队友局打起来会很憋屈，很憋屈，真的好难受啊，感觉。那么恭喜韩华啊，在今天的生死战中是战胜了 PSG， 两个队现在打成了2-2，而且是韩华这场比赛展现出来的东西是碾压式的，这个其实就是跟其他的三 LCK 队伍差不多那种感觉，就他们现在对于这个版本的理解就是打出这样的比赛，他们就能够很轻松的获胜。回到了运营版本，是我感觉这把韩华三条线打得都挺好，对线也打得太好，对每条线都是优势起伏，是对线这个特别是魔法那个鳄鱼让人印象深刻，他打那个男枪几乎每一波的换血都很细节，在那种你的 W 跟 Q 之间夹杂的品 A 夹杂的这个铁丝边，每一波的换血都让哈纳比特别难顶，哎，莱米你自己感觉鳄鱼打男枪好打呀？为什么当时说此子必不能放回 LCK， 就是因为他左手鳄鱼右手奥恩，哎，他那个时候鳄鱼跟奥恩真挺厉害的，是的， Let me 有没有印象，主要那个版本鳄鱼很强吗，很强嘛，嗯，对，主要现在让君能没想到的是原来现在这个版本鳄鱼还挺猛的，但这个版本鳄鱼挺拉的，说实话我作为上单我都不想玩，真挺拉的，你玩吗，有一说一真挺拉的，他那个 W 改完之后我一场再也没玩过，我也没玩过不至于，我觉得这不至于，就这个英雄是要配合队友的，对，要看队友，你 rank 拿起来就特别拉，好牌301，稍微这把是证明了自己啊，不光补刀补得稳，在对于各个点上这牌发的也好，他太稳健了，我看这把超越这个卡牌就是一个非常稳健的
完美的插台，伤害占比也打得高啊。感觉抽比的补刀是不是就是他对线那条兵线对面的小兵会多一个呀？他补刀好多，我感觉是感觉不止多一个，可能。就都是玩英雄联盟，凭什么你能反补？那种感觉就是怎么你补刀输这么多？挺离谱的，他这补刀，然后15分钟180刀嘛。对，就他的场分均补刀永远是11到12之间，这个就很离谱，就他永远是跟着时间走的。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赛后采访，我是西安，让我们恭喜韩华生命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我们也请到 AD 选手 Deft 先向大家打声招呼吧。大家好，我是李切里的 AD 是 Deft。好的，也是欢迎 Deft 选手。那首先第一个问题也是想问到，今天也是非常顺利的拿下了首场比赛的胜利嘛，所以说想问一下现在心情感觉怎么样呢？이번경기에서깔끔하게승리를가져오셨는데기분이어떠신지여쭤보겠습니다이제경기하기전에좀재밌게하려고하고들어갔는데막상들어가니까또되게긴장이많이되더라고요떨어지면이제기회가없는상황이어서다행히팀원들도다잘해주고해서경기력도좋고해서기분이좋은것같아요那其实在比赛开始之前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哎，要给大家带来一场很精彩的对决，要很有趣的一场对决，抱着这样的心态来进行比赛的。那其实实际的进入到一个对战席之后还是有一点点紧张的，因为如果我们输掉这场比赛以后其实是无缘再晋级到下一个淘汰赛的阶段的。所以说还是，但是今天感觉整体的比赛我的队友们都表现得非常非常出色，然后也顺利的拿下了对决，所以对于这一点来讲还是非常开心的。那就如 Deft 选手所说，感觉今天的比赛所有的队员都表现得非常完美，所以说能问一下小组赛第二轮开始之前整个队伍有进行哪些的一些准备吗？或者说完善的点呢？사실말씀하셨듯이좀이번경기에서엄청좋은경기력을보여주셨는데요혹시2라운드시작하기전에팀내에서어떤준비를어떤보완했던점이있으신지여쭤보겠습니다사실이제1라운드때도저희가초반에는다경기를리드하고있었다고생각해서좀뱀픽적인부분이나또크게는싸울때도저희가충분히다이길수있는싸움각이었는데이제진경우도많아서뱀픽정리나싸움을좀더잘하자는느낌으로좀피드백을많이했습니다那其实我们感觉好像从第一轮的比赛看下来，其实我们很多前期可能做得不错，但是整体比如说 BP 的阶段或者说一些团战一些细节的处理方面，可能如果能打得更好是能赢下比赛，所以说我们更多的可能在比如说对 BP 的方面进行了一些整理，然后同时可能对于如何来在比赛场内打架呀这些方面也来进行了一些整理，然后呢进行一些准备，然后准备今天的比赛。那确实能感觉到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那么下一个问题也想问一下 Deft 的是，我们感觉最近好像厄斐琉斯露露包括厄斐琉斯锤石是非常非常火的一个下路组合，或许 Deft 选手会觉得在这个版本可能锤石和露露这两个英雄是最搭配厄斐琉斯的吗？对这样的一个下路组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사실요즘아펠리우스루루아펠리우스트랜시다인기높은버듀얼을생각하시는데요혹시Deft선수입장에서는좀트랜시루루이번메타에서아펠리우스가장잘맞는서포트챔피언이라고생각하시는지여쭤보겠습니다아펠리우스트랜시같은경우에는좀되게여러방면에서잘맞는픽이라고생각하는데이제아펠루루같은경우에는좀이제적팀픽도좀상황이받쳐줘야꺼낼수있는거라고생각해서전체적으로는아펠쓰레시가제일잘那其实我觉得好像在现在的版本厄斐琉斯锤石无论如何他们是在各个方面都是非常非常搭档的整体的一个下路组合，然后厄斐琉斯露露的话可能还是如果对面选手也会有一些应对的方法，可能我整体还是觉得厄斐琉斯锤石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下路组合。那最后一个简短的问题也想问一下 Deft 的是，其实你们今天也要和 RNG 再次对决，所以说对下场比赛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呢？사실오늘 RNG 도 뿌들콘데 혹시 RNG 전에 대해 어떤 기대있으신지 여쭤보겠습니다저번 경기에서 저희가 유리했는데도 불구하고 RNG 쪽이 잘하기도 했고 저희가 또 실수도 많이 나와서 경기를 지게 됐었는데 오늘은 이제 서로 좀 최상의 경기력으로 좀 붙어봤으면 좋겠습니다那其实上一次和 RNG 的对决的时候我们犯了很多的失误，而且 RNG 确实也打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我们也是没能拿下比赛的胜利。那在今天和 RNG 的对决当中无论如何我们会尽全力的拿出最好的一个竞技力去面对比赛。那也是的，再次的恭喜你们，感谢你们，谢谢各位的一方，让我们期待下一场精彩对决吧，拜拜。